我是将军，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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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我一同骑马前往。多谢林将军。我们战马再不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。此处离华县有多远？雨势太大了，应该继续再战。明天速带此出发。我已经差人前往华县通报陈县令，你不必担心。我等阿瑶一块。文公子，我自会找到。你快下去吧。云公子，请。阿瑶，你居然又一亲了，可不能就此沉迷温柔乡了。别忘了，白鹿山夫子对你的谆谆教诲。当然不会，我便代他尽些兄长之责，考教考教你功课是否荒废。好、啊，医院中正好设有一间书屏，阿文若想温习功课，那书屏不失为一个好去处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单君兄，请问。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我问你，娘子你亲了？这也不是书上的内容啊。我没说只考你书上的内容啊。我且问你，他又是如何认识林子胜的？英雄救美，真是好生俗套。我只是提醒你，莫要被他那浇花似的纯良模样哄骗了去。这女娘可不是好相遇的，小心折损家族自身。陈娘子。林将军，伤口好些了？不伤而已，早就无碍了。这些时日也碰不到伤处。多谢林将军救命之恩。陈将军不必这么客气，陈娘子与在下历经生死，又为在下宽衣疗伤，大家不必这么见外。